漂移真的跑得快呀、啊！哎呀，第二啊！哈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鲤鱼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玩这个，哎，手举起来，哎，对，举，你用那只手搭配，对，我们今天来玩那个任天堂 Switch 主机里面的这个马里奥赛车豪华版八豪华版还是豪，哎，反正就是都一样，马车八啊，马车八。那么这款游戏呢信息量比较大，我跟社会人研究了很长时间啊，也没怎么研究明白，就是也反正就研究明白了两个人怎么开始游戏啊，就先选一个多人模式。它这个好像也是不同的模式，有这个对战模式，还有什么自定义的那种对战模式，乱七八糟的啊，就玩这个吧先。这好像是马力和速度，咱之前玩的是50的对吧？咱玩100的吧，先来点100的，100吧，100，咱这个新手啊，先确认一下。好，按这个确认。黄色选框是我，左边的是我，就你们看的左边，就现在这小公主啊是我。我再换一个，你就用马里奥了。我觉得就这个车是最帅的，轮子也能换，我都不知道这些轮子有什么效果。完事了，按加号能看那个属性效果，好吧，你都完事了，不存在。你选的飞机啊，不跟你选一样的，我选飞机能滑翔一会儿，都一样的效果吧。我看选地图，你选随便选吧，这地图我们基本都不怎么熟，知道吧？就这个，就这个吗？好吧，那你确认吧，好，确认，好 ，OK， 确认。欢迎来到这个鲤鱼的飞机场。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，哇塞，哎呦哎呦，哎，这地图渲染的不错呀。来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他这个321之前有个技巧，我教你了呗。你教我啥了，兄弟？就是你现在按住加速，然后在那个最后一瞬间松开，可以喷气。嚯，完了完了，哎啊，我没喷出来，我把右边的看成我了。哎，他们为啥跑的那么慢呢？不知道啊。要学会漂移，要学会漂移。我有道具了，我有道具。哎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第几名？我在前面。你就老实跑吧。我比你跑得快。你看不着我，你怎么比我跑得快？跑小轮子。那你也没有跑得快。来，给你来个漂移，看到没有？帅不帅？我也会漂移。哎呀，我这个经常都玩那些赛车游戏，什么跑跑卡丁车啊、极品飞车，我都非常牛逼的，真的比你都牛逼。你看我这个小气球也可以起到一个滑翔作用。我谁放的东西是你吗？不是我，又是墨水。哎，我太烦了，我身上也黑了，飞了吧。我现在加的道具，我现在还没搞明白红龟壳是干嘛的。红龟壳，红龟壳加速吧，让我放一下。这是我的啊，那是你。哎呀，我又看成右边是你了。我哎，我好像，哎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不对呀。哎呀，哎，你给我崩着了！我没摁呢，我什么都没摁呢。瞅看一下，香蕉皮。我身上怎么绕着那些香蕉皮？我还是没太搞懂这些道具。我可能是跑跑卡丁车玩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跑卡丁车一见到红色的就感觉是油门。把技能弄死。我把香蕉扔到那个断桥之间了，就没人踩。每次都没上飞机，为啥？啊？每次都上吗？上什么飞机啊，你坐把真飞机就得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不过这地图做的倒挺有创意的。你怎么变第一了呢？我怎么，哎，我怎么就变第一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为啥变第一了，莫名其妙的。不过我现在第二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飞不过去了呢？还被人吊上来了。哎，太烦了，完了，这是，哎，这不是最后一圈吧？还行。不是最后一圈，还能。我能走近路吗？走不了近路。哎，这游戏有没有进入口的？哎呀妈，第三了，他们咋跑那么快呢？按啥了这是？哎，又没上飞机。我上来好几次了，羡慕羡慕。红龟壳，红龟壳不是，红龟壳是砸人用的。哎，你怎么在我前面？哎呀，我去，谁放的香蕉皮啊？狗屎！气死了！狗屎！哎，我怎么加速了呢？我要第一了。我第五。我第二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你当不了第一的，放心，我在你后面。哎，这地方我怎么过不去啊？我现在第二啊，别放心啊。哦，可以调整这个角度的。哦，我刚才就这个气球一直就是默认的那个角度，所以说飞不上去。我先第二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当第一啊，加把劲儿。我第四了呢，怎么？加把劲。哎呀，啊，输了。第四，我第二还可以。我老烦的那个墨水了。这是水下呀，能看到海绵宝宝吗 ？Alrighty。
那是 I'm ready。 要是能看到派大星就好玩了。应该来来，摩擦摩擦摩擦 go。 还没回放，没放出来，跟你我永远放不出来。我这个轮胎好像是自己加速的。哎，我也没搞清怎么有的时候就能自己走，有的时候走不了，这个很迷啊。然后有的人还跑得非常快，香蕉皮。哎呀，刚才扫入一下就过去。哎，好像有技巧，就是在空中的时候你好像可以加加速、哎、你发现没有啊？就是腾空的时候你摁个什么，你没看见我那个后屁股怎么冒火吗？你屁股经常冒火。哎呀，你吃辣椒你屁股冒火。你玩 Q 飞车吗？我感觉有那种童年的回忆。我童年回忆是跑跑，我也玩。哎呀，你那个后屁股没冒火吗？在水底下你冒火不正常啊。我现在哎怎么才第六啊？我怎么是第二？哦，三个蘑菇好像是加速的，第四了。这个花，哎呦，哇哇哇，这个花会喷火焰。哎哎，我应该调整。调整那个气球的角度的。我怎么第一了呢？哎，你别气我啊，我今天地老兜的。那漂移有啥用呢？我感觉我不漂就是不撞到那个墙上速度就会提高嘛。哦哟，我走走。哎，金币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啥？不知道不知道。咱俩研究了多长时间都不知道。不知道不知道。你买的游戏机。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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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紫色的龟壳我怎么就感觉没加过呢？哎呀，又撞下去了，太难操控了。哦，我说咋一直没跑快，没摁加速。你神经病，你不摁加速。哎，又是墨水。哎呀，太烦了。看看后边，反正我今天不是最后一名，我挺开心的。其实你要是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，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。哎哎，鬼魂，我现在变成鬼魂。鬼魂有啥用？就是幽灵模式。有啥用？就是保护不受的攻击吗？龟壳。这龟壳得瞄准，绿色龟壳不是瞎打的，我以为是那种自动跟踪的那种龟壳呢。它那个飞过去的时候，你得调整你的气球，看到没有？我之前就没调整我气球。哎呀，第，你都到终点了，你看我第几？第二，我猜。你看我第几？你应该比我分高。我感觉这个游戏难度有点太高了，哇！你那不是体感吗？不得劲儿。好像好像。QQ 飞车，这 QQ 炫舞里面的感觉像不像？这是个舞台，这个世界由我们来主宰。那是体感的，我这不是体感的，我不习惯体感。哎，其实你那个好像可以随时的就更换手柄了，好像不用松手，知道吗？一直按着那个加速，你不用松手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知道。你多厉害呀！我也没太搞懂，哎，反正一直就咱们俩迷迷糊糊玩的游戏，啊，玩的爽就得了。你手上有小魔，绿色的屏幕有。绿色的这个道有啥用？哇塞，我感觉这个速度起来了，这个速度已经飞起来了。有点太屌了，这个地图了，有点感觉就像节奏大师的感觉，是吧？有点。哎呦，没有加速不爽啊！要又走了，就有金币，我感觉金币能给我带来一些效应，应该是。哦，也哎，漂移漂移飘得更快，我发现。啊！呜呜！我打的吧？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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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啊！哎呀！啊！谁打着我了？太烦人了！就是腾空那个，就是起飞的时候，我之前不会调方向，你不行，你都第三了。啊，我一直都会啊。这个游戏就是特别恶心，就是你的排名不是那么好，就容易往前走的，不像那些其他赛车游戏，就一下能反败为胜那种的，这得慢慢来。不存在的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发现漂移会更快。在 QQ 里漂移能攒速度、攒能量。那是 QQ， 哎，这是近路吧？哎，这不是近路，一样。哦，我又被打了。那个人怎么跑那么快呀？我去，你已经够快了。我第一，我莫名其妙，我上把我最后一名，我这把第一，你敢信？不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啊！我第二了。我都第六了，你第二了。啊！不能忍，不能忍，坚决不能忍！哦，高速！哎，打到了他！我在他飞空中的时候把他打到的，这个操作溜不溜？现在又第一了，我原来是走不了。哎，我被雷劈了！那个雷电技能我召唤过吗？感觉特别厉害。我老好走没召唤过，千万别！哎，那个中间有地图，你看到没有？看见了，我感觉没啥要。哎，我感觉我要赢，第一名是我的，第一名。好，我还有一圈呢。
啊？还有一圈呢。我感觉把你扣圈了都。那我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啊啊！完了完了，我的第一。哎呀，我的第二。第三也哇，怎么防御住他们呀？太恶心了，简直不是人！我走这边的粉色路吧。哎呀，我加俩道具，他们完了。我在你旁边。墨水，我呦。你谁放的墨水啊？肯定不是我，系统放的，电脑放的。不可能，电脑没那么烦人。我没有那个。你最烦人。那俩道具挺爽的，仨道具了。不行，我追不上那人了，我得想点办法。我冲刺，加速，往前冲！哎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我得加把劲。我这次不当第一，我真的我闹心。那，你有什么可闹心呢？漂移真的跑得快呀！哎呀，第二啊！我第四了。来来来，换摩托车，屌不屌？帅不帅？帅，你多厉害呀！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这个奶牛的怎么样？应该挺好玩。这个小奶牛，这是什么农场？哎，好可爱，这画风。我们真的要在这里飙车吗？哦，好像还能上风扇上，看还有金币上面。不管怎么，反正这次的速度是刚才的二倍，甚至是四倍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这摩托车多帅、啊！奥利给，干就完了。来来来，别，嗡！哎呦我去，炸了！好像得松手。我也炸了，坑人的吗？我这哎，这个速度才叫飙车嘛！太好玩了！哎呀，哇塞，这个速度起来了之后，我感觉整个人，哇！你看我，哎呀！我要变第十了呢！哎，不能在那个草上走，草上走速度会变低。哎呀，你看现在不用烦。好棒！哎，速度与激情，哎，哇，刺激死了！好记录，哎呀，没上去，太好玩了，二百 CC 的，相信我了，太爽了。你看我就喷了，冒蓝火了，走，是不是我的车的原因呢？哎呀，我放牛屁了，我这摩托车可能比你快点，牛逼！哎，我怎么感觉我速度要比你快呢？车的速度，那我应该是小孩开车，你小孩开车，小孩不能开车，你大 ，finish 第二，完了我第八，太酷了。第八为什么差距太大？我觉得是车的性能有关系。嗯、我的这摩托车可能更快一点。这又是啥？还能动？还在动的呀？俄罗斯方块。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赛道就全都是就幼儿零五赛道。有的人不知道咱说的是啥梗。赛道零。我懂了，这次蓄力得憋住，然后松开，三二一。包，哎呦，没整上去你，哎呦我去，你还把我撞了，臭不要脸！漂移啊，看，还喷火，看，喷火了吧？走！来 ，biu！ 哎，我给你撞了。哎，墨水我放的，哎，这不是幽灵，三道零。这三个蘑菇好像加速了。谁隐身了？还谁隐身了？我隐身了。我赛道零五。看我屌不屌，一下子冲到了第二。哎呀进道，我把那轮胎撞爆了之后，我上进路了。你多厉害呀、啊！漂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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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大食人花。哎呀呀，这个速度真的是造起来了。龟壳，跟踪龟壳特别屌。我这大漂移技术，谁也躲不了。哎，你看摩托车漂移才爽呢，带花的。谁漂移不了？我感觉这个游戏的关键就是漂移，咱们都没有领略的。你飘了！完了！怎么又第六了呢？我怎么能跟你差不多了呢？那挺棒的，哎，又莫名其妙第三了，这游戏太诡异了。这是第二了，我一定要把第一的干倒，那我就屌了。哎，喇叭这是啥呀？不是喇叭，是。我加了你，不是食人花，是喇叭。食人花我加过，就是吃前面对方的。哎呦，第一，屌不屌，厉不厉害？你吗？啊，香蕉皮，哎呦呦，现在不是第一了吗？还有三个香蕉皮，现在不是第一，以前当过第一。
finish。我又第六，太烦人了。欢迎来到夏威夷，这地方适合旅游啊。怎么感觉还有陷阱呢？那些鱼碰到会不会那什么？估计那些鱼会吃的。2 2 1，我怎么？我又被炸了。我也是，好像咱一直没掌握好。我好像掌握好一次，就再也没掌握过。赛道05，起飞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偏了。偏航了，高德地图提醒您偏航了。我用郭德纲的提醒你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路太难走了吧？还能进水里。哎呦啊，还能进水里。我也是，这个路感觉四通八达，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地图也太自由了吧？一点都不自由，我不信你说话。那他也比那其他赛车游戏自由多了吧？那其他赛车游戏，赛道零，哎呀，赛道零九了。那其他游戏你一出界外嘚嘚嘚响，然后让你回到那个原先的位置。哎呀，这么好的游戏为什么不早玩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玩游戏的人没。哎呀，哎，这是啥呀？你看我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你。哎呦，抖大哥，你点了你包里老快了。哎呦我去，哈哈哈！哇，你到时间了。到时间了，我但那个怎么还可以发炮啊？那是啥呀？是了吗？那是啥呀？大螃蟹！我怎么能加到那么屌的东西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才第九，我加那个东西。真屌，道具也屌。哎，为什么我才第九啊？我才第十二，你才第九。哎呀呀，十一了，咱们两人挨在一起了，你能看到我吗？看不见你。我觉得这地图有近路，咱不知道，但是电脑系统他们那些电脑特别厉害，他们都知道。哎呀，我总创。啊！哈哈！你到终点了。Yeah！ 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马里奥赛车豪华版8呢，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反正就马上。那么这个 Switch 这款主机呢，买完之后其实也不是太后悔啊。这个游戏虽然说也挺贵，但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挺值的。好了，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不妨在视频下方点赞，并且免费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哎，拜拜。